Hi, Masha. Hey, how are you doing? 每天多伦多华语广播网 FM 105.9。再次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玛莎，您正在收听是华语广播网多伦多 FM 105.9，魅力多伦多。今天我请来的嘉宾呢是太极运的创始人，是第一个把导引养生引进加拿大的美丽婉约的女子刘小巨老师。再次欢迎您，谢谢玛莎，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呢刘老师跟我们说了这个让自己这个吐故纳新的一个呼吸方式，说了一个字还有五个字，刚才说的是思接下来呢，对他那个导引那个六字诀吧，它是我们第一套这个国家体委向大家推导的1568的功法中间的一套，它完全就是利用读音吐气法，大家可以在那个网上可以查得到六字诀。它第一个字是虚，第二个字是喝，第三个是呼，第四个是吸，对，第五个是吹。吹，直接发吹的音，吹就是吹，吹灯的吹，对，所有的字都要拉长音说是吧，它会有很多规矩，但是我们一般的话、如果普通话说得很好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说普通话，也挺不错的。你一说我想想、那有口音说方言这怎么发出这样的声音、对那气儿出的不对了没错，对，它有很多要求，比如说那个舌子轻轻地放上，然后舌子那个气从那个舌子两边出来，它有不同的要求，对，然后再结合那个再结合那个动作，它会让人家的那个吐故纳新，非常对那个心肝脾肺肾这个五脏还有三焦都会有挺大的那个。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导引养生哈，那个张广德老师那个教授的话呢，他就会把那个所有这些个六字诀的这些个动作，在不同的功法中间把它运用上。刘老师，您现在还教课还培训是吧？已经有很多弟子了吧？都跟您一起学，他们是怎么反馈？他们学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比如说身体有什么变化，或者这个精神面貌、气质发生了什么变化吗？对，我就是说，有很多人他就是一坚持下来哈，就会有，真的是非常一个那个挺好的效果。比如说，有一个老先生，他。今年满80，他2013年跟我学的时候，他应该学5年了哈。他做完了几年以后，他发现他长了2公分。哦，真的呀！啊，老先生还长了2公分。那我也想做。对，后来我们就觉得，因为人老了以后总觉得缩了，对不对？对呀、但是就是说，因为这种体态不对，它是因为深拉的原因吗？对，拉抻一定是拉抻，因为这个导引养生讲，你讲就是这个百会要往上拔，对吧？那个，然后就是那个脚跟要往下顶。一拔一顶，你不就人就升长高了吗？其实我也觉得，我原来，在没有这个打这个太极之前哈，就是没有做这个功法之前，我也是只有1.61米。现在后来每次量都是1.63米。我也觉得刘老师特别挺拔，像跳舞蹈的出身一样，就真的是练太极练的。我觉得是的，因为我很在意这个美感，因为这个一举手一投足的话，你就觉得这种美应该在那个每一自己的在自己的时时刻刻。我觉得就太极的这两点足以吸引我了，可以长高，然后可以变瘦。可以变瘦，我这样说起来，听众以为我是个超级大胖子。没有，挺苗条的你。对，不是挺苗条，是很苗条。对，苗条。开玩笑的，女人永远都不会嫌弃自己苗条，希望更苗条。对，是不是一直都希望苗条，永远在减肥的路上，永远没有成功。
没错，总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概念问题，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话，人生的一辈子不要老去纠结那种苗不苗条，吃了多一点，吃了少一点，我觉得总是应该有一个自己觉得，哦，今天我做了什么，我今天精神好吗，我今天是不是有些事情没做好，就是应该就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这一边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没那么纠结。说到这儿呢，我特别想让刘老师跟我们所有的这个人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刘老师有很多爱好，琴棋书画，可以唱歌跳舞，过奖了，写字。您都还会做什么？我们在那个微信推送上的照片，您还垂钓。对，钓了好大一条鱼。那个是帮朋友捞上来的，但是我也挺开心啊。然后还这个打枪是吧？对，打枪我也会我很喜欢尝试那种就是说不大别人不大尝试的东西，我很喜欢去有那种探险的那种精神吧。真的，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过什么样的这个探险经历啊？我就是说开车在美国的那个沙漠里面走了大概，因为美国大家知道比较繁华，在拉斯维加斯那个沙漠里头，结果带了两个孩子，我们开始有说有笑，我们也不知道沙漠的概念是什么。哇！而且那个时候吧，我们想想沙漠全是那个应该是沙子哈，其实那个美国那边沙漠不是沙子，它是还有很多植物。好，那么我就会带着两个孩子一进那个沙漠就没什么那个。没想到，没什么心理上的准备。结果开了半个小时以后，没有房子。没有车子。当然更没有人哈。就越开越甚，越开越甚。那个就是，结果我们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才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房子。我觉得那一下，哇，居然世界上那么繁，那个美国那种地方还有那次挺好玩的，还好玩。现在想起来是不是都后怕了？也没有后怕，反正就是觉得哇，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个应该属于一个探险吧。对，结果特别搞逗的话，我们一大早就准备去到那个Green Canyon 那个地方去玩，结果我们走错路了，然后半道上跌回来，然后再走过去的时候，它那个地方比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时间要早一个钟头，结果我们去的时候，那人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关门了。您还所有的，比如说舞蹈呢，也是您后来才开始学的，对吗？对，后来就是您充满了精力学舞蹈，学唱歌，对吧？我觉得反正因为我成长在湖南师大那个音乐艺术系那个环境中间，我就是或多或少也听过这些东西，耳濡目染了。对，我觉得那个小时候，这就为什么对那种孟母三迁很有感慨。如果不是成长在那个环境中间的话，我也不会有那种向往去学那种东西哈。对，我就觉得是就是好像哦，小时候这样听，哎，再尝尝，我自己来试试看看什么样子，就会这样子的。刘老师的生活丰富多彩，所以造就了他整个呈现的这个精神面貌，也是美美的，也是快乐的，幸福的。谢谢。但这个幸福除了您锻炼身体，这个导致您的健康，导致您的快乐，还有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刘老师的家庭非常幸福，非常和睦，尤其是他和儿女的感情特别好，特别深。你知道吗？下个周日，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我们特别要送给你一个特别的礼物。哎呀，是吗？好期待。对呀，我来听听这个特别的礼物。是吗 ？Hello， 你好。哎，你好。听听这是谁？儿子。Hi mother。Hi dear， 对，我 that's a surprise。对呀、周日就是母亲节了， yeah. 我给你们母子俩一个这样的机会。我想平时你们在一起玩啊、开玩笑啊，一起探讨这个人生的意义，可能没有机会很好的表达你的感情。那借用这个电波来跟妈妈说点什么，祝她母亲节快乐，好吗？
好的。Well, hi mother. Hi dear. 祝你母亲节快乐。我知道这是星期天 ，right？ 对对。然后我就想跟你说，反正就是我爱你，然后谢谢你一辈子的支持，一辈子的爱情和一辈子的温暖。哇 ，Thank you, mother.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much, dear. I love you.哇、yeah, 哦、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yeah, 好感动啊 Melt my heart 对好的谢谢儿子、谢谢您谢谢您跟我们连线 You're at home mom Yeah yeah I will 好谢谢您拜拜 I love you sweetie I love you so much、Bye. And then you sis And then Michael as well And then OdenOden 是我们家的狗狗是吧对 Michael 是我们家女婿所有人都问到所有人对好嘞谢谢您拜拜拜拜拜哇给我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That's the best 那个 Mother's Day gift 对、对他会我儿子他会经常留一个条在那个家里就是妈妈 I love you 他会经常给我很多那种比如说回来以后他会给我一个 hug 说到这儿呢刚才在跟刘老师上节目之前我们在这个沟通节目的时候正好在这个电脑屏幕上就跳出了一条新闻说一个男子跟父母要90万买车他说到的是男子所以我想他一定是个成年人了 对吧他不是个小孩然后被父母拒绝之后他竟然放火烧了父母的卧室当时有一个照片出来啊，浓烟滚滚而且他还拿刀威胁所有来救援的人不许靠近那我刚才没有看整个的内容看到这样的标题我就在想父母养育了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仇人一个坏人对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刘老师您是怎么教育您的儿子或者是您的教育理念是怎么跟孩子相处的我很在意他们你像我很多事情我都会咨询他们他们都会给我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不会把他们放到我的树荫底下就像我是一个大树我不会让他们在我树荫底下那个我总会让他们走出去但是我不会放手不管从小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们像咱们从中国家庭走出来的话父母那一辈都是那一种感觉对吧就是有爱也老母鸡然后这样的翅膀把小宝宝都护在里面对但我会给他们充分的那个机会去发展他们自己比如说我那儿子小时候他总是说妈妈我就是60分 student 我说 OK be yourself、right? 然后第一个我说你的 dream 是什么我说你想长大想干什么我就想当那个收垃圾的人然后说好挺好的哈你就去做然后他过几天他就会改变不同的改变不同的那个对小孩的理想是变的然后他有时候告诉我妈妈不想上学我说好不想上学在家里待着啊好的然后就让他在家里待着所以我就会就是说让他体验不同的生活然后让他就是说让他完全是去发展因为像我们从中国来的这家长的话就是总是想保护好自己给小孩更多的那个不要走这条路不要走那个限制太多对那么他们就我们会来给他安排人生安排生活对而且就会跟他很多这个然后你不能这个啊不能那个那这样的话反而限制了他的发展因为我们本身是第一代移民我们对这个社会不了解我们一定要通过孩子们去了解这个社会要通过孩子们会让他们长大让他们成人让他们承担责任去了解这个社会他们才会长大以后才会有这份爱你知道吗才会有知道父母亲的这种苦心对吧你像我早两个星期我在那个一个那个有这个有问题的那个青年那个就是那种叫做 your center 我就要去做一个讲座然后我就问我儿子我说儿子啊你觉得他们有问题的这种这个孩子哈到底是怎么回事才有这个问题他说妈妈我突然想不出来但是呢第一个在我脑子里头想到的就是他们缺乏爱对因为父母亲没有给他足够的爱所以他呢就会变成了自己很孤独特别是小孩如果你成人了以后你
就是已经成型了哈、嗯。你小孩的时候，你没有给他足够的爱的话，那就不会，就是长大以后他也不会回馈你。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他完全就是失控了。对，他父母亲对他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造钱机、嗯，我要你必须给，就是这样子的。嗯、对，是没有情感和爱在里面的，没有情感，没有一点情、嗯，没有亲情，没有那种感情，就是完全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嗯，以他自己为中心，没错，他没有承担这个责任，不是觉得父母亲年纪大了，他不给我钱，他是有他的道理哈。嗯嗯，所以好，谢谢刘老师跟我们分享跟儿子的这段快乐的时光，跟怎么抚养子女、嗯、培养子女、嗯，然后创造了一个这么美好、温馨的这个家庭氛围、嗯嗯。我还想呢，我们今天请来了刘老师，刘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从一个那样胖胖的女人到现在这样气质高雅然后人又长高了2公分的女人所以特别想让刘老师呢今天跟收音机前的女人们尤其是进入中年的女人们分享一些让大家如何变得美丽健康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年龄段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能给我们说一点您的这个经验窍门吗我们现在已经是8:53了，时间过得很快啊，是太快了哈！没想到一会儿聊天就聊的那个，嗯，时间过得特别快，是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哈，嗯，对我来讲，我有特殊的自己的那一个把自己调整的那个方法，嗯，比如说，嗯，儿子小时候的话，我们家庭也经历了一些不幸，嗯哼，那个时候的话我就会一直就在那想我怎么样去让我儿子在特别是在这个青春期怎么样去好好的度过、嗯、我就会满屋子里头放一些卡片、嗯、哼那卡片都是我原来的那个 business card 就是反面不是没有字吗、嗯、就是白的我就会写很多很多的那个嗯，鼓励我自己的话，现在说的是什么心灵鸡汤哈？但是当时的时候也没有微信，没有什么，嗯、那我就会在很多地方去看了这些好，就是我觉得有用的字，我就把它写励志的那种字，很励志的、嗯，对，就是说心不难，事就不难，嗯，对吧？就是类似这样类似这样的话，对，鼓励自己的话，嗯，然后我也读很多书，比如说我读到那个那个美国总统叫 George Bush 他的那个、嗯、他的那个心理辅导的那个专家他写的那本书就是说你把你因为每个人都很普通的没有什么那个嗯然后我就会把很多这种励志的话我把它记下来写上嗯就是说您不让自己陷入一种悲伤啊陷入一种绝望的状况对是不是永远是让自己就知道这个生活的艰难不是你一个人有的、嗯、是所有人都有的、嗯、你一定就是说把你自己做得最好就是每一天都做得最好而不是说我抱怨昨天也期望明天我就是把今天做好这一刻做好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说话就把这个话说好尽量说好哇谢谢刘老师跟刘老师聊天也感觉像心灵鸡汤一样然后我今天又伴着这种太极的音乐我觉得整个这个一个小时度过之后真的是很舒服的谢谢刘老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刘老师呢继续健康美丽下去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愿意的话不妨换一种方式生活然后呢或者是加入太极队伍一起走进太极运让自己完全改变改变生活、嗯、改变你自己、嗯、其实说女人在家里是个非常重要的人非常重要改变了你就整个改变了家庭没错特别是当母亲非常重要没错、嗯、谢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嗯、祝大家周末快乐也祝所有天下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对拜拜拜谢谢下的泡沫
要是